to vote strongly supports the read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to the UN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clud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友邦挺台言论再加一，前阵子访台的土瓦鲁总理拿塔诺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表示强力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并提及台湾对国际永续发展将有更多贡献。美国总统拜登也在21号的大会中强调支持台海稳定与和平。然而中国仍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的演讲场合上持续传递一中原则。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不应允许台湾当局加入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国际组织。既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就不应与台湾开展官方往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极力封锁台湾外交管道，对此我国外交部也强力谴责，表示中国并未统治台湾，台湾在全民努力之下已经发展出一个各国称道、全国肯定的自由民主政治，并强调跟中共集权统治的中国截然不同，也互不隶属。然而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会后新闻稿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与一中政策一致，而我国外交部则是向各国维持台海和平的坚持表达感谢，但认为一中原则就是中国合理化对台威胁的谬误论述，呼吁各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同声谴责。有些新闻 R 许家荣编译。